在12年为前夫生了大仔，其后再为现任老公先后生了两个女的何嘉莉，这天就在社交平台铺了张相，相入面大仔的鼻梁和额头因为踩单车受伤要送院治疗。不过在相入面可以见到仔仔虽然受了伤，但是仲识得笑，相信伤势应该没什么大碍。但是作为妈妈的何嘉莉就留言话被仔仔吓死了。